前面一直是直线，就不转弯了。哎，好像要转弯了。打灯啊！看一下，前面有人，稍微刹刹车，刹车，打灯啊！都。快点，确实这车开的真不一样，稍微快了一点能坐稳吗？踩了一点油门啊，可以好好看看，我给你控制一下速度，我给你看着人，好好看一看圣水路的花园。还要调头呢，Welcome back. 没去真的是太损失了。好，那个蹬的那个脚踏车，我们再来一圈。我万万没想到，我在现在这个地方能喝到这个饮料，非常的惊喜和意外。这个呢，是我们工作室小伙伴，经历了十多个小时的飞机给我带回来，但没告诉我，今天给了我，所以。给小吃点赞。好了，我要继续品尝小吃请我吃的饭，所以你们也不要羡慕，我要开始享受了。